就是这个白色的，看到吗？嗯嗯，这一块里面有些黑的，就是蜂窝状的，嗯，像个莲蓬一样，嗯，这就是囊泡的，嗯，所以我整个范围我测出来是1.2公分，哦，那挺大的，就这个啊，哦嗯，但是呢，他报告为什么这么几年一直给你报的7毫米6毫米，他测的是这个密度高的实性成分质的。哦，所以这还是一个很早期肿瘤，原位微浸润这一类的。嗯，